结节，右肺上叶9毫米，做了手术，是微浸润，位置比较深。啊，没做手术，他是别人给他判断是别的医生判断微浸润，要马上手术吗？9毫米的磨玻璃结节，要不要马上手术？最重要的考量有两条，第一条是要判断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是肿瘤性的还是炎症性的。如果这个磨玻璃结节是肿瘤性的，判断它是原位癌、微浸润癌或者是浸润癌，那么是肿瘤性的。9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可以考虑手术，因为将近1公分了。啊，又是考虑它是肿瘤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手术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做不做手术，很重要的一个是看它的位置。啊，位置，如果这个位置做一个段切除，做一个楔形切除，能够切掉，那么我们不用考虑，就做手术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这个结节位置长得很深，要做一个肺叶切除才能切掉这个结节，我倒是觉得可以再观察观察。如果它不变化，一般来说磨玻璃结节不生长或者生长很缓慢，那么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啊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因为磨玻璃结节它都是惰性生长或者不生长，您观察也不会导致病情的加重，不会导致病情的加重，所以可以继续观察啊，继续观察。所以做不做手术取决于两条，一个是不是肿瘤，第二个位置怎么样啊。